毕业，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叫毕业吗？毕业就是离开这一间学校了，因为就是念完了。像你幼稚园要毕业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要，我很久很久以前的同学，然后大树老师，大树老师去很远的地方上学，因为很烦吧。Yeah!
结果给底不会疼。对啊，你明明看起来就是还蛮亮，因为它越黑它会越。